今天早上在奔跑吧休息室发生了一起非常严肃的打头事件。哇，黑的。哇哇，听证会啊，精彩了精彩了。奔跑吧仲裁环节即将开始。晨哥，你被打了几下？我是被打了一下，被绊了一下。我是学擒拿的呀，打完你还给你个棒。以我们对这两个人的了解，第一感知，沙溢老师是被冤枉的。那你也得拿证据出来，每个人都有感受，不是吗？那我就要展示我方的证据，第一张照片。我们这边也有两段录音，分别是陈哥和沙哥的录音。那你后来为什么怀疑我们呢？那你为什么坐人家身上了？你俩就是托，公平吗？你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要一口咬死是沙溢老师呢？我们叫有理有据。我们也有理有据、啊、你们还有证据吗？理屈词穷了，现在还演无辜。你们感觉好像比我累，还是精神累多了。今天体力会比较大，运动量会消耗大。我知道你对哥要求不是速度和力量，速度有小猎豹，力量有大黑牛。来了来了来了，大黑牛来了。妈呀，咋今儿早上起来肌肉都没了，感觉瘦了是吧？就每次录都瘦，一次平均是1.5公斤到2公斤。哎呀哎呀，凯呀，可以啊，这回这也瘦了，也瘦了，早上起来也瘦了。哎呀，嘉宾现在就来了是吧？对，一个个来。今天开场相对大家就先熟络一下，都来过节目，你们应该都认识。你咋了？你困了？不困。怎么了，车哥？昨儿不睡挺早吗？怎么了？刚开始你就睡。嘉宾来了，嘉宾来了。哎呀，老聂呀，哎呀，韩东君。哦，这个，哎呦我去。欢迎欢迎欢迎，再次来到奔跑吧。要来来，下一个。来来来，快来坐坐坐坐。远哥，你是不是看沙溢哥在，所以你来这节目就安心了？我特看上我特踏实，那就安心了。反正不跑也没事，有个老同志陪我。哥你好，王嘉尔啊。What's up, bro？ 哎，这后边头型挺猛啊，弟兄，翘起来了，太香了你，太香了。Hello， 李老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女生见过你，见过见过，我们叫李沁姐姐。这个韩东君、王嘉尔，这聂远哥哥，你好，李沁妹妹，我也第一回见。对，沙老师，老师现在不能说了。那天我跟陶虹说，我说陶虹老师，陶虹说，我教过你吗？这个挺好的，对吧？你教我，来 ，baby 老师 ，baby 老师，我教过你吗？哎呦，哎呦。叫啥了？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还停电，怎么回事？老沙，你别薅着我。老沙，哎呀，哎呀妈，哎呦，谁打我一下？哎，啊、哎、啊，怎么回事？谁刚才打我一下？谁刚才打我一下？谁打了我一下？谁特别使劲打了我后脑勺一下？不是我，他不是我。你看我俩手一直拽着你呢，我害怕我倒地了。他打的你，什么？不是我。你看他，你看他眼神，你看。不是我，他
他平时做亏心事什么样你都不知道，特别使劲打了我一下后脑勺，你知道我了一根，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推了我一把，你知道是我，应该不是凯哥，是凯哥他就认了，是你吧？我最近黑的话，我怎么这么打你呢？我一直这么拽着你呢。那个陈儿，谁打你那手感，你应该感觉得到。对呀、啊。再打我一下试试。我打我。打的是这儿。我对、啊。你试一下。嗯、啊。就是你。而且你刚才比的我这一打，我这一集，我太难了，早上起来就被冤枉。不是，不是，是这样吗？那谁打不都是一样吗？别轻，像他手大，是这个吗？你手小，他手大。刚才谁没出声，谁就有嫌疑。对，东君没出声啊？我出了，我说那个，我说这怎么还有灯？那边反正那边都没咋出声，我那边仨都没怎么出声。我们都在这儿，知不知道为什么黑的那么久？等一下。那个人得绕过来，对，摸着黑绕过来。我要打你一黑，啪我就打完你了。我们这么黑，我还得去找你的头在哪儿？我不把他给踩着了。下一个，坤坤刚刚有说话吗？我是没说。你打我一下试试。那个人绝对不是挨着你的人，我不舍得打你，对吧？打你的绝对不是挨，绝对不是挨，绝对是你。来吧，坐吧，别研究了。各位球员，露营已经开始了。在刚刚停电的时候，陈哥说自己的头被打了。那根据在场大家座位的摆放情况，在断电的时候很难有人去摸黑打到你。沙溢哥确实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别解释，就是你。另外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听闻这件打头事件的朋友也已经来到了酒店，你们作为事件的见证者，现在要接受提问，说出你们各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哦，我去，我去，这有点狠，都说实话，这陈哥也太红了，打一下头都来这么多朋友们。沙溢，沙溢，请问你为什么要打李晨？我没打他，我不是我。你和李晨有什么过节吗？有，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请问李晨，你为什么觉得是沙溢打的你？可能性他最大吧，因为别人应该没动吧，就是肯定是你。这次打头事件非同小可，见陈哥跟沙溢哥各执一词，但里面肯定有一个人在说真话，有一个人在说假话。除了你们两个之外呢，其他八个人要通过搜集线索，从李晨和沙溢中选择你们愿意相信的人，和他们组成团队，一起取得最终的胜利。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次分队。我相信你啊。好好好，不要骗我啊。我是经常骗人，可这次没骗人。你陈哥现在演技炸裂了，我跟你讲。我信你了。你自己挑，你是人品问题还是演技问题，自己挑。你自己冲镜头说。我挑是你有问题。那现在更多的人选择相信了沙溢哥，那你现在来反选，你要留哪四个在你组里？太难了吧，留四个，这事儿可得罪人啊！过去，过去，沙溢，过去，你
给个理由，你是人品问题还是演技不行？你给个理由。颜值不会。这一季你完了，撕碎你。换个女孩吧。挑女孩，你看我干什么？难道我说什么？行了，难道我说什么？我们这个队太强了，你知道吗？这队太强了吧？大家第一次的立场选择已经结束了，今天大家还有改变立场的机会。不管在哪一队，只要赢得游戏，就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分析出到底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真相信女陈啊？还是我觉得刚刚咱们是打陈哥那脖子那声还挺大的。我虽然已经披上了这张白队的皮，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是，我现在很享受在这儿，因为有人辜负了我的信任。我那么相信他，我选了他，一早就给我埋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没完了。欢迎大家来到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航天英雄杨利伟曾三次莅临本校来发表演讲，鼓励我们贵航的学生。台铃电动车要想跑得远就得骑台铃，走不走？哎呀，咱俩绕场一圈呗。哎呦喂，哎呦，看我们老大哥怎么送外卖去了。送外卖，老大哥。哎呀，骑得好啊。他专业的。骑得好啊你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一次对决。这一环节获胜的队伍，该队的当事人可以获得一条对他有利的线索，获胜队的其他成员每个人还可以获取一次听取内幕信息的机会。爆料！哎，这个我喜欢。请来领取任务卡。举起信任的他，两队各自举起巨大头像，穿过三道障碍，率先把头像插到终点的木箱上的队伍获得胜利。什么头像？后边。做的是沙溢哥20年前的样子。感谢浙江卫视《奔跑吧》，我感谢节目组头像做的挺帅的，这么帅，比本人帅。你们把两个78年的做成了87年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解说莫涵和长庚来对本次比赛进行解说。欢迎各位来到举起信任的他比赛现场。介绍一下这个头像可了不得了，它的高度有2米高，而且重量多达120斤，瞬间心疼你们一秒钟。心疼我们是觉得我们不行是不是？我们这么弱的吗？不行，我们要智取。请所有队员就位，我们比赛马上开始。好，走。好，听到一声哨响，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走，可以快一点，可以稍微快一点。不要急，我们比别人快了，已经。我们上了。上。慢点，这个慢点。他们挺快啊。可以稍微快一点，没事。加速了，一二。两队都是稳稳的，正在通过第一个关卡——梅花桩。咱俩保持平衡，平衡啊，这慢点，后面要高一点。因为这个它的首先是有重量的，120斤，而且我们每一个队员身形力量都是不一样的。你们蹲一点，前面。
我先放，我先放，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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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的沙溢队要原地放下你们的道具，来把它组装好。那你看到另外一边李晨队，我们要准备上那个台阶了。好，你们后面提高一点，先低一点，你们先低一点，慢点啊，前面低，前面低，前面低。凯哥高一点，凯哥高一点。但是沙溢对这一边呢更加的彻底一些，他们是打破重来了。这太难了，这是后脑勺吗？对，可以啊。我跟你讲，前面一定要低，前面一定要低。川哥，咱们可以一个手扶，而 baby 姐你去看。baby 你扶着这个就好。我想到了，哥，我们别这样抬，别扛着，咱们手拎着抬。好，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抬，这样我们可以控制高低。好，我们看到李晨这一队又开始重新上路，一二三，走，慢点，慢点，平线，平线，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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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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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慢慢，慢慢，不能停，不能停。哎，你看他们那个方法是对的，不用举那么高，不用学他们，对对对，快快快，走吧，来吧，来吧，来吧。好，沙溢这队又再次的出发了。沙溢你低了，秦林再高点，秦林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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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林再高点，秦林平稳，平稳，平稳，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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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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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李晨队，惊喜的是李晨队他们竟然完成的还比较顺利，后面高，后面高，后面高，这个单边桥考验的是四边齐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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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郭子林低一点点，等我，等等，沙溢队这边刚刚过梅花桩又开始有一点点的状况，停，大家放低一点，哥放低一点，放低一点，停，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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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哥，凯哥你前面 OK， 等一下，等一下，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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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李晨这一边已经过了单边桥了，别动，别动，别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沙溢，你低了，沙溢，你低了，沙溢，你低了，我这已经平了，走啊，往前走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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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溢，你低了，停一下，你低了啊。顶一下，你顶一下，你顶一下，我再换手，你顶一下啊，顶住了。哎，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平放，平放，平放，慢点，慢点，一二八。哎呦我去！快快快快快！这太难了，这我看不懂，该怎么拼啊这个？这太累了。这个太难了，李晨队这边已经遥遥领先于沙溢队，已经来到了龙门架，龙门架这关需要大家一起同步的把这个头像抬高，一定要抬高啊，慢慢抬，抬高举起来的，来小妹，慢慢先上肩，先上肩，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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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低一点，对对对对，
好，再高再高再举啊，再高，一二三，抬起来。等一下等一下，陈哥那边矮了矮了，过不去，加尔抬高。好，来，我们看到啊，这现在是前面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来，尽量的保持平衡。后退，他卡住了，他卡住了。陈哥的头卡在了龙门架上面，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头太大吧。脑花，他的脑花卡在了里面。快哥，来。在沙溢队还在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的李晨队也商议着新的对策。力量可能得要一点，我们举上去以后过的时候再高一点过就好，没问题。来吧来吧，三二一，快快快快快，东军慢一点，东军慢点，好。快快快快，东军高一点，东军高一点，东军高一点，上肩上肩上肩，东军高一点，好，东军高一点啊，对，好，准备往前走，先往前走。先往前走，往前走，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再高一点，高，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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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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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过了，过，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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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过了，过。我们看到沙溢队已经组装好了头像，咱们直接上肩，好吧，直接上肩。一二。这次选择的是直接举起来架到了肩膀上面，转弯转弯，高往上得高，慢点，一起高，不能一起高。啊！快快快！啊！快快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过了吗？过了过了，但是他们先到。来，三二一，起！郑凯高，郑凯高，对，韩东军低一点，然后，喂，抬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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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来，三二一，拿下来拼上再放，来。你看他们也倒了，不行，来稳住。来来来，快快快，有戏啊！哎，不不，差一个，差一个，这儿快快快快快，李庆帮着我们扶着点。好，来，来高一点，来高一点，再高一点，高一点，再高一点，走，往里走，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再高一点，来，一二起，慢点慢点，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你看，别动别动，稳一点，稳一点，上一点上一点，哎呀。OK， 往前往前一点，右一点，往前往前一点，上一点上一点，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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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点，来来快快，来，一二起，慢点慢点，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你看，别动别动，稳一点稳一点。上一点上一点，哎呀，好 ，OK， 往前往前一点，右一点，往前往前一点，上一点上一点，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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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点，来来快快，上一点上一点。李晨队率先完成了比赛。哎，太难了，终点，但是太难了，太难了。
啊，太累了。哎呀，咱们先出来吧，好不好？先出来好吗？不要放弃，沙溢哥，信任着他，加油！没事儿，这个很轻的，没问题，没问题。只要再越过那就行，是吗？对，我们要到他们那个地方。没事，再来，来来，我们试一把吧，来吧，来吧，哥，没问题，没问题。信任着他，加油！一二三，慢点，十一，慢点。停，走，不就点走。走。抬起来点儿，坤坤腿长的优势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体现。慢点，别转了，轻点，抬起来点儿。往后来点儿。是的，这要不是团队作战我就放弃。我看老沙回来，你在旁边。刚刚人家同学们都说沙老师以后要多锻炼呀。可以啊，够清新酸爽啊。大家平时都要注意防晒，肌醇 C 小金钻 CP 水光无瑕高倍防护，可以保护大家的皮肤。恭喜腾哥队获胜，来爆料！太好了，太喜欢吃瓜了。现在请腾哥到你的秘密房间里领取对你们有利的线索。我没有骗你们啊，我们看一下呗。这房间是谁的？751，751沙溢老师啊。你看这个照片，751是谁的房间？我，有没有去？他去了，昨天录了，了解了一些情况。了解了一些什么情况？让我分别分析了一下你们五个人，然后给你颁布了一个特殊任务，让我在你们五个人当中选一个，我选了你。选了打我，那怎么知道？那你选我干嘛？不知道是谁了，白瞎我对你的信任了。那个白队还有多余的衣服吗？给我一件。我现在有一点不相信陈哥了。沙溢哥确实像个坏人，他挺能说的，而且我觉得他能够隐藏的比较深，所以节目组肯定会找他。你觉得陈哥就是演技差一点？不是，就是陈哥就是他长相非常的真诚善良，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办法不相信他。沙哥，来到无敌岩，作为桂林喀斯特地貌的代表景点，琳琅满目的钟乳石构成了30多处美妙景观。哇哦，好凉快啊，跟海底世界似的。美不美？夜拍不太够 ，OPPO Reno 来拯救，超级夜景，人美景美，真的。
哇哦，什么情况？有必要弄得这么全练擂台啊？擂台，妈呀，这咋全集了改？哇，还有解说。为什么你有手机？拍一下这美人美景。你撒谎的时候都很不自然。你看，你队友开始怀疑你了。有任务呗。你看沙哥那眼儿，你就现在对我有秘密了，已经可以。马上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二项对抗，请来领取任务卡。此任务叫针锋相对，每30秒，两队各追加一位成员登上擂台，被撕掉名牌的人淘汰离开擂台，最后留在擂台上的队伍获胜。撕名牌，这还比吗？有点不好意思，这一趴有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老弱病残都在这组，太小瞧人了吧你们！我对你，我跟你撕。有老同志跟我 PK 了，已经开始。不要冲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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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冲动。算了，算。刚才谁掰了我一下？我这有点难受了。我们自己研究对策，好吗？对，啥意思呢？用我们的下等马对人家的上等马。谁是下等马呀？咱队谁是下等马？你心里没有个数吗？咱们队都是优良的品种，都是宝马良驹。但咱们是驴，咱们都是上等驴。现在再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们想相信我吗？相信啊，我一直相信啊，我还不信你。儿，你别问了，我都想相信你。现在关键不行啊，就是我打的，你能不能让我生这关？两队分别制定你们的出战顺序。哎，你们可以拉窗帘了。不用，我们坦坦荡荡，我们名牌，我们加倍。开单，开单，开单，让他们看实力在这摆。这样，你就上一个就好，剩下的我们备着。他们不会一上来是女生吧？那你就上去撕，就撕，就撕。他们上来会不会直接就躺地上？那就翻过来撕。你是有多久没来参加奔跑吧？如果陈哥先上来的话，你要靠他的体力，他一定会最后的，你相信我。他等着最后收盘呢。坤是咱们队的杀手锏，他是咱们。你不要期我期待这么高，所以他才应该先上。一点不期待，我压力太大了。看看我们，我觉得远哥能强。别，他跟你爹一边大。对呀，就只有我了呗。只有你上了，那我上吧。咱俩不行就耍赖。咱俩就老哥哥，咱俩不用到你俩，到我这儿就开始耍赖。你就躺地上滚，哥就跪地上求。太不容易了，老大哥。哎，还要讨论多久啊？爽快一点，来了。你们五个一块上吧，来吧，来吧，请准备。5 4 3 2 1，加油。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你们四个想不想玩来的？不想玩了，我们想在旁边打麻将。那是得打麻将啊。我们先放饭好不好？鹏哥，你得让着孩子们。对呀、啊，比人家大20岁，有意思吗？这么欺负小孩吗？对呀、啊，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忍心下手？弱小又这么对。咱组里那点饭都让你一个人吃了，我现在不吃饭，只喝安慕希。那传递爱的安慕希，你更得爱孩子呢。来吧，来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都不敢进来了。加油！来吧，来吧。来，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派出的阵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力大如牛、气概如山的李晨，另外一个是非常灵巧的蔡徐坤。准备，加油！30秒倒计时。3 2 1，相信我。其实你是不是很后悔没有相信我，坤坤？
我后悔。什么？我当然后悔。我把你撕了，你可以来我的团队。不要浪费时间了，成哥。30秒，很短。要不要来我的团队？啊？哇！啊？哇！上上上！王嘉尔一个亮相，险些踉跄。时间暂停。啊？暂停了？没了，我已经没了。蔡徐坤 out。暂停，暂停啊！我已经。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礼仪先生。哎呀，给我摁一下，他们感觉到压迫。没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的很快，只有30秒。啊！比赛继续。啊啊啊！现在郭麒麟像一只无助的绵羊，躲在了角落。大林子，你躺啊！你躺啊！郭麒麟，你在干嘛？躺不动，又躺地。他选择的策略是不翻身。5 4 3 2 1，又一个30秒。小心了，小心，小心了，小心。同时，同时，你 out 了吗？我 out 没事。李晨 out， 聂远 out。呱呱呱！他们太猛了！你居然被撕了呀！本来想做一个5对1。哎，现在场上还有谁了？我们仨，我们仨。现在我们场上的局势，李晨队有2名队员是王嘉尔和韩东君，而沙溢队只有郭麒麟一人躺在了场上。来吧。麒麟，加油啊！我把他腿拉起来。还行。郭麒麟这一次的策略是做一个扫把。我像扫把吗？我是墩布。比赛继续。没人，没人，没人！哎呦，我们孩子呀！郭麒麟要坚持住，坚持住！你的队友马上就来给你支持了。哎呀，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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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吓着了？你怎么回事？女孩，女孩啊！她是女孩，不行，郑恺，对不起，她是女孩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得罪了，救命！救命！我们队太惨了。4 3 2 1，铃响，铃响！对不起了，他是个老人，他是个老人，他是个老人。他是个老人。没有悬念啊，咱们这个队。沙溢
out。比赛继续。哎呀妈呀，他们这么多人！嘉尔和李沁是处于一个单挑哦。姐，嘉尔，你先对付他。又躺地，对不起了，大胡子。金玲，我挠痒痒了。这是谁的鞋？这是谁的鞋？别扒了，你别脱我袜子干嘛？太惨了，我们队啊！哎呦我天哪！有什么事冲我来，别动我姐，冲我来！哎呦我太悲壮了，我们来来。准备准备，小心小心！啊哇！哇，李沁太猛了！我的妈呀！救命啊！救命！把他的手扒开。郭麒麟用生命拖住了对方三人。你啊啊啊！麒麟，不行就给他们吧。麒麟，哇，麒麟，就不是沙哥打的，就是他自己演的，沙哥。麒麟是我打的，大林子，你给他们吧。麒麟，我承认了，袜子都没了，孩子。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能对付我们家弟弟这样？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后面后面，太惨了。郭麒麟 out， 郭麒麟早就 out 了。刚才在场上的不是郭麒麟，我这个队长啊，失职啊，孩子跟麻袋似的给甩来甩去。别哭哥，别哭。哎，太惨了，咱队。我都哭了，看你真的，咱队太惨了，真的，老弱病残全让我给吸收过来。现在场上成队以一敌四，沁姐你挑一个吧，我挑嘉儿啊。从哪儿摔倒架，从哪儿站起来。小心小心，王嘉尔 out。 哎，刚才在后面你不是说你撕女生吗？你不是说你见一个女生撕一个女生吗？喂喂，就这一轮吧，是吧？对，可以了，可以了。恭喜白队获胜！除了李沁之外的其他四位成员可以继续获得一张爆料卡，请晨哥去你们的房间里领取对你有利的线索。
段音频信息。哟，等会儿我站起来听听，大声一点，放。那你觉得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应该是李晨，因为李晨毕竟是力量型的。如果这个游戏不需要体力和力量的话，那我当然不要。我应该是这六个人里最聪明、最聪明的。最聪明的是吧？最聪明的，哎呦！后面这句还不如不听，这句简直就干啥？简直！你觉得是这样吗？从这句就开始说谎。对啊。来吧，换队了是吧？还来得及吗？来得及。这说明不了什么呀。哥，你那边没人呢。这说明不了早上我打他了，对不对？这只是人进行了一次采访，导演组。对吧？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实话呢？昨天你说是你洗完澡给你老婆打了个电话，然后你就下来吃饭了，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段。啊，这段我忘了，忽略了，没说。但你昨天晚上没这样啊？昨天还一直甩锅，一直咬我，枉我今天还信你。不是我以为咱们都是有任务的，我没不是。我不是说你、什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不是，我没有当事人说漏嘴，他，但是我没打他。你啥任务？你说我们听。你是什么任务？我没有任务，我真没任务。完了，你现在百口莫辩了。我真没有任务，我但是真不是我打的。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真没任务，真不是我打的。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桂林万达影城，马上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三项挑战。怎么回事？这是干什么？怎么又是黑的？哇，里头看不见啊。这是什么？黑暗的通道。好长的一个走廊。哇！我去！哇！那么多黑影啊！哪里啊？哪里？我看不见。对啊，最后面站了一排。哇！危险边缘的试探。撕下封条得到密码。场地里会有五个宝箱，每个宝箱是有个四位数的密码锁的，然后密码就贴在墙上，一旦撕掉这个贴纸，倒计时也会开始。7秒钟，打开这把锁，拿出分纸往回跑。过了7秒之后，黑衣人就会出来抓你。加油！接不上。过程中没被黑衣人抓住，那这个分儿就可以算你的有效分数了。每个人有2次挑战机会，取最好成绩。女生的倒计时时间会长一点，有10秒。那黑衣人是谁呢？他们是来自桂林天龙足球队的队员们。哦，平均100米速度是12秒左右。其中的一位成员马成昭曾经以10秒91的成绩获得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男子100米冠军。那他们不用来了，谢谢他们。东军，来，你最好成绩报一下。我最好成绩10秒97。Oh my god！ 10秒97，那靠你了。这项目东军是给你来，给你设计的。你是多少年前？19岁吧，18。你说30年前的事儿干啥？你们谁先上啊？我先上个洗手间，这是厕所吗？太紧张了。你去，哥。我去了。去，没事。30。等，我去个洗手间啊，我先去个洗手间。我先去试试啊，我先去试试水。加油！加油！呀！哼！
真有压力，真有。适可而止啊。安慕希，来了来了，这什么这么紧张？挑衅，开始挑衅。第一次挑战失败，他刚才是一个一个数字看的，我看一丝中。Hello. 真的吗？啊！太让人担心了。来了来了。对，有个分儿至少。哎，去了以后先把它转成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零是最公平的。对，前后会有个概念。先把密码转成四个零。哎呀，他真是一个一个在看。恭喜王嘉尔挑战成功，获得20分。接下来，请哪位成员出战？谁去？现在谁去？我来。加油！晨哥，你可是跑50的人啊！晨哥，加油！加油 ！Let's go！ 我觉得晨哥会挑战50。大黑牛。来了，陈达
三十保一底。哦，他还一个一个看呢。开锁都打不开，我开锁真的很难啊，这开锁开不了啊，锁好难开啊。哇，看着这一排人真的是压力山大呀。来了来了来了。陈哥在想什么？他在干嘛呢？他在犹豫。加油。哇，哎呦，拍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追不上，追不上。还是开的慢了，还是那个箱子，那个我不行了。晨儿，你体力没问题，你主要是智力出问题。你下次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锁太难开了。这个锁的质量不好。哎，我似乎看到了我和麒麟的结果。为啥非要得把我带出来？在一片云雾当中，我和麒麟被当场摁住。你是当场击毙，你知道吗？我是直接拿50就一下到了。是给拉黑衣人那窝里去了。去去去，麒麟，去吧。我来，我来，我来。对。那你去哪儿啊？我去50。哎。在一片云雾当中，我和麒麟被当场摁。为啥老得把我带出来？辛苦了，握握手呗。我来把40，好吧？50我肯定不能选。
快了吧？开锁开得快，开锁开得快。他开得太快了。你看看后边的动作要连贯，拉、提、开、拿，就这个要连贯，拉、提、开、拿，拉、提、开、拿。后来让别人发现我开锁快了。我的嫌疑犯身份已经关不住了。哇，这个手指，手指可以的。我去，就用一次机会可以吧？可以。哇塞，他第一个四十，开锁小将啊，这是。锁王，锁王 ，bro。锁王。开锁公司啊，你是？哎，给你一个机会挑战五十，你可以踢要五十。我不行，不行，不敢，不敢，不敢。你的电话是不是都在那门上贴着？你为什么不开那么快？就是不要归零，千万不要归零。最后两个数基本上就很接近，我只要拼前两个数，后边一蹬我就开。我去，那谁叫我归零的？一开始我。干嘛呢？这是你晨哥让你归零，那他不更惨吗？两次都给摁住了。怎么要我去了？去吧，你去吧，没事。有点紧张。加油，加油！对面的朋友，紧张吗？李欣哦，不要追我，好害怕啊！哥哥们，女生请多多关照。他们就主要就看他们开锁的时间了。我觉得没问题。不行，不行。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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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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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快啊！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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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戏！哎呀呀呀呀呀！没问题，没问题，追不上，追不上！哇，好快啊！哇，好快啊！哇！黑人不追，黑人放弃了，黑人在后面放弃了。我去，加油啊！三十，第二次，哇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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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有戏吧？加油加油！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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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现在多少比多少呀？101-60，目前啊，101-60，对，差这么多。对，人家还剩三个人呢，两个，还有坤儿和沙溢哥。你们是凯哥和东君吗？
这个基本以这个分拉的悬殊有点大，基本追不上，没戏了，基本没戏。我去吧，王楠你先，加油，拜拜，朋友们。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Cai Xuquan from China. Big power King Kong legs. 50, 50来一个吧。哎，他要50哎，真的50哎，真的50，跃跃欲试。然后我们试的是40是比较难的，50我们反而是没有完成过。不可能有人完成50。真玩50啊？挑战50吗？当当当当！哇哇！真玩50啊！全场第一次有人挑战50分，来吧！我觉得50 OK 的。This is really terrible situation. 我最后卡了，我忘记是什么数字了。我看你又看了一眼，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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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那么慢都跑过50了，真的 OK OK。那个还叫低，叫我们要低调，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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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低调。Big long power King Kong legs from China from China。老沙，你们队已经妥妥的赢了啊！我还上不上了？我是不是就表演赛了？那这玩意儿我都不要了，不是，就都不带了。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俩都50，跟你们打平。啊、没有这种可能。那我十分我还打打咋？你万一拿不了十分呢？这都不带了，带这玩意儿干啥？那我俩没得选了，就我俩只能50。这样这样，你们俩只能50了。我轻松的，鞋都不穿了。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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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你的短跑能力啊，哥。给余地，我靠！这个，凯哥，先给你上个课。总这边的，怎么了？你一会儿拿到那个锁，你要先看一下锁上的数字，因为那光看不清楚。哦，拿着锁，撕，然后马上弹。哦，好，加油！相信你啊，50啊！没得选，这个事儿真是。哎，哎呀，我现在有一种负罪感，我此时此刻。来了来了来了 ，baby， 您也指导他一下啊。我跟他说，拿不到50分就不用进来。哦。哇，他真的直接挑战50啊！不挑战你没有赢面了。哦，没有赢。他们必须两个全50，沙哥才会上场。哎呀，但愿让我歇着。
Trump big power Kim Kong legs from China. From China. From China. Yes. 哎呀 ，Yes. 哎呀呀呀！凯哥还是跑男最快的男人，是不是？没问题，没问题。目前两队比分是160-101，东君你胜。追平了才好看，行，追平了才好看。Okay、你这个是一个悬念，是否能追平？是吧？一般在这时候就该插播广告。真正的短跑运动员来了，哥真是短跑运动员，他真的专业短跑运动员。你说东君能不能？我觉得能，其实看手，看手，看手，他的速度没有问题。对，其实前面如果他看开锁，开锁，开锁时间，他主要就是开锁的时间。7秒了。你这个是这个悬念，是否能追平？太厉害了，真的真的，哎，名不虚传啊！你们这几个人真的太快了，我差一点没打开，就是我了呗，对，追平了，这怎么能追平呢？要啥呀？全村人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沙哥，沙哥，沙哥，我稳中求胜，我就要10分就行。我觉得你们四个男孩可以一起去追。哎，有没有四号？我们能不能一起追啊？可以吗？我们去追沙哥去，让他们去追嘛。啊，我们几个追，好，快去啊，快去啊！老沙啊，是男人就来个40，不是男人，真的别整这套。哎，我们也去黑衣人的队列里抓你，一起。别扯，你挑战个40，我挑战40，来个40，不行，来个40。孩子们在电视机前看着你，孩子们不管多少分，孩子们只要他爸成功了就行了。孩子们都看着你了，你怎么？导演，这干扰的运动员，这算不算违规？这手还这样了，你知道？辛苦啊，辛苦啊，我们也追吧。是不是一喷气儿可以走？不是一喷气儿，嘟一喷气就可以走。对，这家伙，这是抓仇人的，这是。别紧张，啊，沙哥。不紧张，千万别紧张。那紧张手别抖，脚别嘚瑟。沙哥，全村的希望。就差10分而已啊！我俩都50，我说跟你们打平去。那我10分我还打打打打，你万一拿不了10分呢？怎么的？怕10离得太远追不上我是不是？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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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去！抓人！抓人！快！哎呦我去！抓人！抓人！抓人！
绝。完了！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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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去！抓人！抓人！抓人！沙溢第一次挑战失败，请准备第二次挑战。你别让他们刷了吧，不公平。是追上了，追上了，追上了。差一丝，我最后都在喊啊！差一丝。哎呀，想杀呀！要不还得把呼吸给他送出去。要吗？来。我为了荣誉，我能让他们抓住咱吗？我必须十分拿下。辛苦，不容易，不容易。哎呀，没有他们几个这几个恶势力啊，我跟你讲，对，心里踏实多了。对，恶势力，洗清你的冤枉。恭喜成队，在今天终于获得了一次胜利，恭喜。然后50分真的是我们没有完成过的，但今天你们完成了，这样非常棒，非常棒。成队的四名成员，你们可以获得一张爆料卡，在接下来的搜证环节当中，希望能对你们提供帮助。哎，我们已经拿过两轮了，没啥用。有两轮，最后有用。沙溢哥，你可以获得一条对你有利的信息，请来领取。是什么？我没看过。漆黑房间，神秘打头声，李晨、沙溢争执不休，到底相信谁？这是向着我们的吗？哎，这有底下，我背了个黑锅，我不做背锅侠。奔跑小报，哎呀，看你们挨个看，哥就不念了，你们挨个看。沙溢无故背锅，暗示打头或许是李晨自导自演，独家爆料。还有细节，自导自演，是关键，他是没有照片。沙溢外表长得既老道又圆滑，你看，还喜欢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狡猾的一面，你看，所以经常被当成坏人。其实这都是节目效果。如果你觉得沙溢是个坏人，只能说明他的演技精湛。现实中的沙溢其实是个没有心机的呆萌大叔，都是事实。这还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号？这估计是。你说你给了编辑多少钱？这绝对是营销，没自己花钱洗的，开始洗的。大家现在又获得了一条新的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分析事件的真相。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行今天的搜证环节。行，好，到我的环节了，开始了，开始了。大家根据搜证完了之后的情况进行最后的立场选择，之后就要和李晨或沙溢共进退。现在请大家前往最终环节，出发吧。好。哎呦，都是熟人啊！爆料，是爆料。你这个料大不大？今天看到了一则报道，是说李晨被沙溢害了。
所以肯定是艺人。哈哈，我知道了。你设计一些语言类的。在也在呀。这不都安慕希吗？咖啡味的我挺爱喝。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个问题。除了咖啡口味的安慕希以外，我们还有哪几个口味的安慕希？还有波波球、猕猴桃和凤梨味儿。就在桌子上的某一个的上面就有你的。安慕希美食学院，扫这个码。看到了吗？酷观看。那首先呢，我个人呢是相信李晨哥的，但我找到的线索呢是明显是老实人李晨被欺负，沙溢哥自导自演。 OK， 我是相信这个证据啊。 OK， 那我就相信沙溢哥。但我内心是相信李晨哥的，但是我收到这个说是李晨哥是，哎，不对啊，李晨哥是被欺负啊，对啊，那我是对，对不起啊，刚才有点矛盾。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收到证据了。什么证据啊？这是一定要是事实，而且不可以说谎的。嘉尔，我是伤害过你，哥是伤害，但是不可能哥永远伤害你吗？那又怎么样？你别忘了，这个游戏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哎呀，来了，亲爱的，你看，全来我这儿了，快坐，快坐，快坐。三哥，我说不管是怎么，我肯定选你了。当时被打那一下的反应，我觉得陈哥有点刻意。再来人，我这都坐不下了，得背凳子了。老聂也来了，来，坤儿也来了，我信你。噔噔噔噔噔！哎呀，结束了吗？你们为什么选这边呢？陈哥一直在骗我们，是吧？那要这个线索环节来干嘛呢？线索也有可能是假的，你要分析啊。等吧，跑进去吧，走。希望我这次没有选错，不然这演技也太好了。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了，也有反转的可能。你教过我呀？哎，你看，哎呀妈，老沙，哎，你刚才打我一下，我怎么这么打你呢？我一直这么拽着你呢。沙溢，为什么要打你？你和女神有什么过节吗？我没打他，就是你。别解释，别解释，演技不错呀。啊！哎呦，哇，黑的。什么？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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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证会啊！还有这么大一个环节呢。好，精彩了，精彩了。欢迎来到桂林会展中心，我们将在这里举行针对早上休息室打头事件的仲裁大会。一个小时之后，这里将会有100位观众来听取你们双方的观点，观众们最终会根据你们的描述来选择他们相信的队伍，最后得票高的队伍获胜。有那么严重吗？就打他一下怎么了？打他一下怎么了？就打个头而已，我只是吃个瓜而已。其实也没啥，折磨我一天，你知道吗？哎呀，我已经要我退出了，真的。别，咱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辩手，咱们人多，那咱俩换个衣服，我们三口难敌七口啊。
我们也专门请到了专业的人士来为你们提供帮助，他们是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陈宁老师和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老师，欢迎两位。两位老师是怎么划分的分组呢？我跟您是一伙的。哦，你好你好你好。咱们的辩手比较多。好嘞好嘞，可以必胜啊。好，那您跟我们是一队。好，对对对，我是陈明。有陈明老师在，应该赢一半。别，你叫呼。那我们抓紧时间，请双方前往各自的休息室来准备。我是负责干体力活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你在旁边表演。可以。老师有什么建议吗？我现在就是还不知道你们刚才搜证的遇到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先把证据大致的梳理一下。哎呀，我对你们充满信心。我们这么少人，你对我们充满信心？这真相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就先说说实话。我们这一方你就直接老实的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永远是你这一边的哥。好，这是另外一个，是今天的照片。对，我拿到了。你拿到的证据？对，就是这个姚 PD 在和沙哥在蕊一些东西。对，沙哥他跟你说了什么？他第一次叫老沙的时候你们在干嘛？我扯他呢，拉着他呢。那怎么会有这一声呢？其实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以外，你还有没有瞒着我们的事情？反正现在是这样，老沙，你想赢还是想输？想赢呢你又露底，你明白吗？他跟我说啊，您说这一段一定会在他们的证据里，然后他们一定会放这一段。其实我们现在的东西都不能你因为某一个就完全的确定，但是我们在等会的表现上，你可以让观众去感受到我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判断出他们确实有问题。还有没有搜到什么证据？陈哥自己有没有搜到什么证据？一点都没有。没，我没有搜到证据的机会，所以我就是说嘛，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少数人如果再输的话，就真的要找一个洞钻进去。没有关系，我们不会输的。姚一天都坐在这儿呢，而且我说实话，那我们那倒，哎，这也是一个线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主要的线索。我们的总导演现在坐在房间里。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有两间房，为什么要选择坐这里？要么就是同情，同情。我觉得是绝望。要是可怜，要么是同情，要么就是同情，要么就是。就没有真理吗？奔跑吧，仲裁环节即将开始。顺其自然，加油！首先有请白队登场。掌声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橙队入场。掌声欢迎各位。哎呀，好挤啊。接下来我们的仲裁环节正式开始，首先有请两队的辩论指导一句话来阐述本队的观点。好的，谢谢，谢谢主席。我们这边的观点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早上在黑暗的休息室里呢，李晨先生应该是被沙溢先生击打了头部，就这么简单。谢谢熊浩老师。他刚才说应该是啊，也就是在对方那里这个事实都是猜测，我方是明确直接100%肯定的，我方沙溢没有击打李晨先生的头部。谢谢。100%这个词一旦出现在四个选项里一般是错误选项。接下来我们两队轮流来展示自己的证据，表达自己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的白队。 OK。 你先说吧，没事，你先说。
你先说吧，没事，你先说，他展示证据，你先说。来，可以拿出我们的第一项证据了。我们今天在游戏的环节当中赢得了一张照片，这个751的这张照片呢，其实这个房间号是沙溢的房间号，也就是证明其实是在昨天的时间他接受了剧组的拍摄。我对此的怀疑就是，如果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看过《奔跑吧》这个节目，你们可能有知道，如果提前有任务的话会拍一些小片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他可能提前会节目组至少是给他有安排的。而且他也承认了，他在节目里面说了，他说我是有任务的。我以为咱们都是有任务的，我们不是，我不是说、什么什么，我不是，怎么不是，这个都是被节目记录下来的。我的话说完了。好，这是我们白队的第一轮的发言。有请程队。OK， 我可以到前面来说吗？你们好吗？你们好吗？这比较自由，比较自由。先来回答李晨刚才的陈述啊，他刚才呢展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只能说明有一个 VJ 和一个导演曾经站在过他的门口而已，对吗？ OK， 那如果说到拍小片，那我就要展示我方的证据，第一张照片，请把李晨拍小片的照片拿出来。对面坐的这个小帅哥就是我们的总导演姚一天。昨天收工以后，他们俩单独坐在了一个类似像咖啡厅一样的地方，而且桌上还摆着我们的主冠名商安慕希。所以比起刚才那张在门口 VJ 的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更能说明什么叫拍小片。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得到了一段李晨跟导演在刚才那张照片里边对话的录音。其实老沙还是很放松的，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多给他设计一些语言类的，因为他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后半段我就给大家延续下去啊，今天让你打个人的头嫁祸给一个演技很好的人的话，我该给谁？看起来还要坏坏的，那只有沙溢哥。所以综上所述，我们的沙溢老师今天是被完完全全的诬陷了。我的发言完了，谢谢。谢谢程队郑凯的发言，准备得很充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白队。现场亲爱的观众你们好，我们承认陈哥还有沙哥他们都有跟导演有了一番交流。他问你的时候就是问沙溢哥怎么是不是？没有，他就是问我对新成员的看法。三个人，而这也说明了程哥之前被拍到的那张照片是真的采访。但是采访归采访，采访不等于任务。我们这边也有两段录音，分别是程哥和沙哥的录音，是完整的录音。下面我们分别放一下两段录音。哎，程哥，今天专门约你过来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也录了大概两轮了嘛，现在这个也想听听你对我们现在的 MC 的一些评价。我觉得其实老沙还是很放松的，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多给他设计一些语言类的，因为他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沙溢老师的录音。好，李晨是一如既往的很努力，他也有的时候会对每一些没有用的细节过于关注。那你觉得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应该是李晨，因为李晨毕竟是力量型的。如果这个游戏不需要体力和力量的话，我应该是这六个人里最聪明的。哎，大家听到了最后一句话，这个最聪明的，当仁不让。那好，当你们听到沙哥这个录音的时候，其实第一句回答的是一个答案，对吗？你们没有听到前面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这个前面的问题可能问到，如果让你选择你想要打的那个人，你会选择谁呢？李晨。漂亮，高智商，对吧？好，两个细节啊，好，两个细节啊，一个，第一，请您评价一下对其他几位 MC 的看法。现在的这个，也想听听你对我们现在的 MC 的一些评价。第二，到了我们沙哥这边，那你觉得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谁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很明显是个陷阱，慎重。谢谢。那这里正好就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到的时间点。同时9点到场，因为这个是通知我们的下楼时间，就节目组通知谁几点下楼，谁就先进下楼。但是进房间的时候，老沙比我先进房间。那你说他先进，我也不可能坐在他对面啊。他利用了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学的一个小的技巧的运用，就是如果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他清楚的知道你不会坐他很远，而且他也便于洗脱自己的嫌疑。他会说，那我是先坐的呀。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就是这个位置不是我空的。刚才你们刚讲那些什么所谓的录音，这个是什么对手，跟打头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想打他的话，我觉得他俩挨得最近，打他不是很明显吗？那我就不打他后边脖子了，我就直接照脸给他。我想说一下，其实早上的时候呢，我跟郑凯也是李晨对的人，但是经过一整天的分析和感受之后呢，以我们对这两个人的了解，第一感知沙溢老师是被冤枉的。我想说一个细节，是他从黑灯开始的那一瞬间就一直抓着我的衣服，我不知道为什么。晨哥，你被打了几下呀？我是被打了一下，被绊了一下。我是学擒拿的呀，打完你还给你个绊儿。半坐不坐的时候打的。朋友们，我们先别说黑灯以后的事儿，因为在黑灯以前，我们还有一段视频想给大家看看。大家看一看，是我心里琢磨着有任务，还是李晨心里有事儿？来，你看，这个只是我坐下的一瞬间。哎呦，啊，哎，我打哈欠也不行。还好我吧，我都受不了。我啊，我觉得谁紧张能看出来，其实对谁紧张谁能看出来，真的。我能提醒再看一遍吗？可以，我稍微点出两个小细节，大家先看第一，刚才第一个小片段。注意眼神，是谁在找镜头的位置？我没找镜头，我是看那果盘里头都啥水果。第二个细节是，李晨打完了哈欠之后，紧接着沙溢也打了一个哈欠。模仿是掩盖紧张最好的方法。我都能给你解释为什么扫到那 GoPro， 因为你大家看见了，它就在那果盘旁边，我就想吃那个果盘。后来我脑子一想，这果盘几点切的呀？是不是有点馊了这水果？我说我早上起来别吃拉肚子了。然后聊天的时候，李晨腿一盘，你看我就看盯他那鞋，哎，我说这鞋好看呢，这鞋多大号了？你说我要心里有事儿，我能考虑这么多这玩意儿吗？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沙溢哥从头到尾非常的放松，真的像一个早起的老人。老人，李晨哥从一进场就极其的紧张，他的动作非常的夸张，他是这样，然后他又说到倒头就睡，倒头就睡就是倒头就睡嘛，为什么要倒头就睡呢？我跟你讲，这就是生活中的我。那为什么此刻你在故装镇定？请问你们谁没有在故装镇定？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放松。请问
我打你那一下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请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浮夸的表演。我们叫有理有据，我们也有理有据啊。你们还有证据吗？你们还有证据吗？我们人少啊，拿出来，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人少呢？因为真理往往站在、哎。现在我们人少，还有一个说不清楚的呢，说不清楚的呢。哎，公平吗？你说。他说不清楚，你们怎么换帽子了？他啥也没说，换啥帽子呀？好，来，双方队员在这个证据上面我们已经展示过很多次了，双方有没有新的其他的证据？大家知道啊，就是我方拥有更多的当事人，他们就在那个现场，所以我方想出示的最后一个证据其实是一个展示，我们把那个整个过程给大家尽力的去重现一次，好吧？来，模拟开始。啪，灯啪就黑了，什么都不没有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抓住他了，因为太吓人了，你知道吗？恐怖。然后李晨就开始，他要把两只手腾出来，他开始这个手往下滑我的手，我就死死就抓住，因为我太害怕了。最终因为他力气大，他还是拿出去了。他拿出去之后，我迅速的这样抓住了他，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就这样抓住他。然后我怎么样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啊！让我站起来了。站起来，我还这么抓着呀。然后他就拍手了，我就呀，老师。老师，你干嘛？为什么要倒头就睡呢？哎呀妈呀！哎呀！好，我完成任务了，我可以坐下了。完，他就坐下，他坐下的时候，郑凯来了。哎，郑凯，他把郑凯推开了，他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他说有人打我，我一听有人打他，我啪叽一下就蹲这儿了，我就蹲下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自己挨了一下之后，我给他一半。哎呀，明白了吗？可以，足够了，完全够了。我很感激刚才有一段现场的情景演绎，因为一个编造的细节内部是会冲突的。在一个黑的房间，你是啥都看不见的。那你啥都看不见，但那时候下一个是抓住你的，这是一个本能。对啊，他就在旁边啊，挨着的，就肯定就能抓住啊。因为沙溢哥有要打的这个任务，所以当天黑的时候，他知道要实行任务的时候，他不确定他的目标是否会移动，所以下意识我马上抓住了他。抓住他第一点是我确认目标的位置，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两个手都抓着你，我没有手打你啊，我没有手打你怎么能说是我打的你呢？而且当初我们问沙溢哥为什么也会在地上的时候，沙溢哥的解释是，我俩手一直拽着你呢，我害怕我倒地了。如果在这个地方听到了被打的声音，为什么我还要第一时间往前躲呢？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往后缩，而不是会往前倾，有点太夸张了。今天大家的感受应该很不一样。哇，永远在重复的故事，什么意思？无限循环，好诡异，从一开始就很诡异。人生回放回放再回放没有用，你不用跟他说，他不知道见过我们两次。你见过我们吗？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起鸡皮疙瘩。我的精神就要崩溃。参与奔跑吧话题互动，助力奔跑家族，解锁精彩花絮彩蛋，欢迎登录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蓝天下官网、中国人 TV、 网易娱乐、中国新闻网、中国网、拉卡、腾讯看电影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不要再考虑了，感谢首席热门合作新娱乐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奔跑吧，点击热门搜索奔跑吧，快速了解节目信息，上腾讯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
你知道，大雨中我也在奔跑。